三太太有个孕妇过来帮忙，来走。病人家属有吗？有啊，恭喜啊，母子平安。啊，谢谢谢谢，太好了。我跟你说了吧，不用担心。 你看，都这个点了，你先照顾你嫂子，我回家准备点东西。嗯，那谢谢，麻烦您了。没事没事啊，再见。哎，你这孩子，你犯什么呢？妈，你看我准备几个鸡蛋。怎么了？昨天晚上我救了个孕妇，她刚生产，我给她准备点吃的东西。你起来，你就会了？哎呦。 那家里只能煮鸡蛋和熬小米粥了。行，可以。好。是吧？哎呦，那太好了，你呀，真行。穿上衣服。好了。啊，你呢？ 稍微一等，怎么？这不是我剪的假发吗？哎，先给孩子用吧。妈，就是他。姑娘，还疼吗？我从家里啊给你弄点小米粥和鸡蛋。谢谢谢谢阿姨，这就够麻烦你们了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你受苦了。 你的车票，兄弟，我给你的钱也就够买个硬座的，这怎么是2张卧铺票呀？你现在身体比较弱，还是坐卧铺吧。那钱怎么弄？钱你就不用管了，晚上过年了，给家里带个好。哎，再买点吃的。哎，不行不行，不能再要。哎，不用。 你好，谁找我？
唉，孩子，咱们回家吧，下次来了，咱们再继续找。 毛主席说：“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，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。当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就想上去帮一把。有人说我傻，傻就傻吧。人出门在外，谁还不遇到个难处？锦上添花虽好，但我觉得雪中送炭，雨中送伞更好。”